来来来来来，我也终于到这一步了，嘻嘻，终于见到我哥了。皇子殿下，声音大一点，嘻嘻。那个人，难道就是哥哥？哇，这声音好好听，不愧是龙哥。使徒挡住了攻击，你的哥哥好像和深渊。鹰，为什么你和戴鹰在一起？这，为什么无关的事？你的哥哥认识戴鹰？他是王子殿下，那我也是公主殿下呀。这有点矛盾呀。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戴鹰也知道他的名字。你也知道呀，小派蒙。你不该和这个人同行。啊，这个人是我的敌人。空。但这是必须对你说的话，鹰。不要与戴鹰一起来阻止我。不要阻止深渊。你深渊都打死我多少次了，你这些手下不得灭一灭，不得收拾收拾自己的手下，你面面都把你的手下打死多少回了。那个人戴英斯雷布，他是坎瑞亚末代宫廷卫队的末光之剑，在500年前他未能阻止坎瑞亚的灭国。我知道了，我是那时他深受不死诅咒，流浪荒野，只能看着他想要守护的人民化作深渊的怪物。你说戴鹰是坎瑞亚人，500年前经历灭国的坎瑞亚人？很惊讶吗？否则他咋知道那么多呢？而且你说人民化作怪物，是说现在的深渊教团不只是和坎瑞亚有关联的程度，根本就是坎瑞亚的移民本身吗？还有戴鹰是你的敌人什么的，一下子完全搞不清状况了。瞧，当然，有鹰在的地方就是家。那你快点走，跟我走。但我还不能与你去往下一个世界，寻找新的家园。至少现在不能，在深渊淹没神座之前。我与天理有一场尚未完结的战争。听我说，鹰，我已经有过一次旅行，所以你也要像我一样抵达终点，才能在自己的眼中留下这个世界的沉淀。那我也旅行过呀，按你这么说。我们终将重逢。来，主角说话了，主角说话了。但不用急，鹰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等你。烦你受不了。我们的时间从来都是足够。戴鹰也走了。哎，不是说这里主角会说话吗？他们走了。别这么伤心，我们会找到他们的。往好的一面想吧，这次至少已经找到很有用的线索了。是吧是吧。总之，以目前的情形而言，寻找亲人的突破口除了七神以外，又多了一个戴鹰吧。没错，他也走了呀。他们刚才说的话好难懂，你听明白了吗？那反正我是算在里面了吧，反正我知道剧情一点吧。首先是那个深渊使徒，他把你的哥哥叫做王子殿下，看来你的哥哥正在统领深渊教团，而且地位比深渊使徒更高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了。是的吧。还有，你哥哥说他的目标是淹没神座，
与天理作战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听起来是不是要覆灭七神与七国？他敢。然后深渊教团的怪物就是坎瑞亚灭国时的人民扭曲成的怪物，这真是可怕的故事。戴英也是坎瑞亚人，500年前也经历了那一切，但他没有变成怪物，而且在500年后的今天正对抗着深渊教团，也就是你的哥哥说的戴英正在与他为敌的意思吧。嗯，那他手下杀了我这么多次，他咋不清理门户部啊？但是如果深渊教团的怪物是当年戴英守护的人民，那为什么戴英要与深渊教团敌对呢？另外矛盾，为什么我一直在陪你寻找的他现在却和深渊教团的怪物站在一起？嗯，没错，那打起精神来，我们的旅行不会结束，该动身了，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，先回到阳光照耀的地面上去吧。如果你的哥哥要你抵达终点，好啊，那你就抵达给他看。旅行者，我们走吧。谁抵达不了似的，走，小拍门，反正我身边有个空哥手办。唉，终于完成了。宝箱在哪？这有球球啊，可以做外业的任务啦。推车秘籍终于做完了，之前打声音输出跟我跑博士什么的可累坏我了。嗯，视频是不是有点长？反正我不剪了，自存啦，自存。3、2、1，拜拜啦。